现在因为这个苏院长已经开始听到民众声音发现金了吗？那等一下勇于承担，是不是已经等于继续了？继续留任，然后继续拼代理台湾。然后所有的立委的事情，你问我，我绝对会用负责任打法。这个是从者全责，全部问我，我也不敢问。